今天和前女友约会。哎，不用迟到。太难停车，我停车停了半天。车？你有车啦？你说你是不是拿我的钱去买车了？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快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这什么呀？这怎么这是花吗？开车开得太快，被吹没了，一会儿再给你买一朵。还挺像个魔法棒的，你看没看过那个古娜拉黑暗之神呼呼拉呼黑魔变身？别说咱俩分手之后你还挺有心的，听说这里是约会圣地，成功率还挺高的，怎么你还有别的意思啊？开玩笑开玩笑。听说你不是想环游世界吗？要不我们就从这条河开始。这怎么开始啊？这条船是你，这条船是我，我们巴拉巴拉巴拉就走到一起来。